我确认一下哦，水带了，料理带了，料理，我再去拿一个法包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好像还好，我摆走了。吃了，哦，看到你的 ID， 我想到。我的日麻那个要打一下。是一色。大家好，现在找了队友是阿鲁米，嘿，好像舌头好痛。我那舌头痛到不行，爱小品。这个也是我魔力好友之一，我想学，嗨。你看看，嗨，哎，欸，你加错了啦。乱加，29等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嗯，哇，你这样等一下你蜜蜂，你螳螂被咬应该是可以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能再说。你们怎么样？因为毕竟这个那什么下午不是说什么黄金时间点吗？可是要想哦，今天就是大家都在开台啊，他们开我也开，但是我开是魔力宝贝台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开台了。嗯，今天开的是魔力台，所以一定会很多人没有在挂台，对吧？没有来看啊，这很正常啊。啊，我现在开这个只是因为我想要记录一些可能会发生很好笑的事情，然后面剪出来玩而已。
有啊，被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刚刚东一那边有卖那个哎、欸、四级的弓，你有没有买啊？2000多块到3000多块的弓。哦有哦，好哦。哦，你买加88的哦，哦，我有看到那一把，然后488的已经快接，已经顶，已经很顶了哎。安安，信安安，竹子行安。哎，竹子，我刚刚想帮你一，可是一的一失败四次，我很挫折。想说啊，再一下去会受伤，算了，不一了。欸、有点惨哎、欸，这个玉怪。你的汤要换吗？如果你到那边撑不住再换啊，不然你其实你这只螳螂的血很危险欸。木木啊，凡佩克你的。晚点吧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带一下？我觉得再这样下去走好久、哦。你的脚今天香吗？如果不香的话，没关系，我继续带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看一下、喔。如果真的还是狂玉的话，你带。好了，看来也是运气问题。我不知道我朋友他们到了没？感觉他们到了。我献祭完了吗？还没，我没那么快献祭。我要晚点问，你是希望献祭一次带一带吗？那可能要明天了哦、喔。晚点要问那个群组内的说，今天有没有校外教学？有的话就献祭一起献这样子。可是献祭一起献那个画面很好笑而已。献祭可能要，献祭可能是今晚或明晚而已啦。
你带我跑烛火就好，是可以啦。又花药吗？如果出问题，你在聊天室叫我还是怎样？因为我没办法顾太多啊，而且我又带队。啊，可是优花他晚上10点才有空欸。对啊，晚点啊，10点后。怎么说？对啊，我最怕是麻烦别人啊。想说要一起，要就一起，怕你跑太多趟太累，也会腻。有欸，他们正在这边欸，他们已经到了。蹦极，蹦极，蹦极。晚安。好哭啊！我开局就这么不顺，天哪！咬屁哦！为什么要啄我一口？
有人赖我，被标记了。建议去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封测有在里面练啊，我想说，这边刚刚有在练那个螳螂。没有，因为刚刚他是在练，有要练螳螂，我是还在外面晃。哎呀，露米，我换里面哦。风机。谢谢双叶。因为刚刚其实也在想说要不要进神木里面打。我这的直播延迟好像比较久一点。哎呦，就是路比较远啊。你的胖子怎么敏捷这么高啊？我才四十，不是啦，我说我操，你已经比我高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才四一耶，可是你比我高哎，啪叽啪叽。多水晶碎片哦，我捡一下。
走，我们进去。他应该没有要带我献祭啦，他献祭过了。修红魔，点他。有啊，最赚的是纯白下人香的卡片。嗯，达到的话会很多钱哦。不给你拿，看来他有钥匙，我们遇到敌人了。哦，多哦，100的药，卡片问号，我才100块，太坑了吧！150的药，种子卡片，不用留，不用留，那丢掉，那丢掉。怎么没怪了？对，卡片留给鉴定师吧。看能不能上，那你有得级了、欸。100的水、面包、卡片，哇，两张卡片呢、啊。
欸，没怪了。过脚，可刚刚水洞，水洞就没那么好运啊，海洞啊，水洞什么？金皮管。小胖，小胖，哟，隔壁的说断线了，完蛋了，测试一下，一。超卡！你先连连看，连不回来，我们再回家。好卡欸，完了，我蓝色路比画面卡了。哇！换我蓝色路比卡了，断了。完蛋了，这只卡了。你小胖回来了哦。哦，动了，吓死我！我可以预言，他中了酒醉魔法，太好笑的。看哦，我等一下会登录回来哦。我待会走回来哦。我赶回来啦，各位。优化上线了，为什么优化可以上线？看到没有，我走回来了。他现在有背后优化，你不是跟我讲说你十点才能玩？你不是说你胖胖回来了？哇！好啦，我们登出吧。那这样先登出吧。不行，我要再一场。我开到宝箱，等一下、喔，反正要重置了，再开一个宝箱。
啊，完了，疾风没有赶上这一波可以抢灯的热潮，热潮啦。哎，怎么不加我？又卡了吗？二三，不是啊，你叫我飞你啊，你人在哪里？又断了，我要声光上线，哎、欸，好卡哦！我们等稳一点再出团吧。啊，我嘴角又流血了。我现在看到的是不同打字画面。哦，对，那个谁，阿鲁米，你这个。你这个改成五，不然你只有一的话，只有你附近的人才听得到。你改成五的话是范围比较大，不然打字看不太到。然后舌头好臭哦。痘痘啦，嘴角有颗痘痘。来测试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不行，很卡。我已经打很久了，好闷哦、喔！现在不要出团啊，好危险哦、喔！我们先再聊天吧。晚点要维修，应该要啊。
你的坏男生，系统列表竟然全部流畅，这个那个什么啊，之前不是有东西吗？零确诊，那只是普通感冒。我哪个国家的？好，我们哎，双叶，我去练一下治疗，练一下急救啦，治疗。哎、欸，过图会比较顺啊？啊，没有。一二三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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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下大乱了！天下大乱了！哎、欸、呀，好恐怖哦！干！我不打卡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打卡了，我不打卡了，完了，不要，要浪费我卡斯。哇！他最好补偿哦。你先别打卡哦。啊，该还的还是要还啊！现在画面非常的鬼畜，不吃广告。你们登出一样会继续走吗？什么意思？安安啊！鉴定室看不到任何人，不是啦，阿北。好，那我们再登回去。有深一点吗？我不知道欸。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我们先去银行前面挂着吧，哈哈。赶快走！
你们有看到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因为他竟然没断线呢，好恐怖啊！闹鬼啦！哦，平安到了，平安到了。哇，刚刚没有维修啊，突然大卡。最好是补偿哦，把我卡死哦！战斧连不回来吗？哎，顺了吗？DC 看哪里？魔力宝贝，你的角色删掉了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真要打日麻的说，打屁呀、啊！打屁日麻！欸、那你那个阿鲁米，你东西准备好吧，我们再去第二趟。又花串了，哦，讲串线的串，我舌头好痛，会磨到。
不是、啊、你动这只就好了啊！你看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乱射嘞！在户外 PK 会破坏装备哦，没关系啊，他要陪我。好了，出发。哦，这一次可以拿很多蜡烛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不一定要直接点哦，可以慢慢拿，是不是？五 V 五啦，白痴哦。没空啦，我要练等啦，没练等，我现在非常困，快睡着了。来啦，没空啦，要练等啦。练三小别跑，就是要跑，而且你要看你的等级平均啊，傻眼呢，滚啊，你们平均35以上的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那我好好练的吗？那时候很痛、啊，白痴，我按错了。等一下哦，木木怎么在那边？嗯，那、啊、你们不是要去学英国、哦？你们要出发了吗？
那又要经历漫长的路程。哎，双叶，你们是哪只要就那个啊？你是哪一只要学？没什么用啊，扔掉了，扔掉了，那个扔地上给人家捡吧。你打在那个赖群就好了。那你们是哪一只要那个练？啦啦啦，学因果啊！饲养哦。那个第十楼的第一关打人真的是很痛哦，不是感觉你们很应该很稳吧，可以很稳的过。我舌头真的快爆了，想切掉。我忘记一件事情哎、欸！啊，换水晶，换水晶。
有花，你要干嘛？跟我抢？抱歉迟到，嗯，道歉啊，为什么你说要道歉？去看记录档。好吧，哇！如果没有胃可饿，让我封印去抓点宠麦行。啊，没有在看看群组里面的对话。最近开台，把最近玩魔力都在看他们打字，有时候觉得很好笑。要，不确定达到什么卡片，因为没有整理哭啊。不是因为。我身上有两张卡片是
刚刚开宝箱开到的，然后刚刚达到一张问号卡片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哪一个，听得懂吗？混在一起了啦。一滴，好，换镜。对啊，来这边又不练，又不遇怪了啊！有改遇怪几率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很难遇哎、欸。那这几率，我有刚才在想说，外面比较快的话，去外面练就好了。边问号，哎，我找到十楼了，哎，还没遇到，哎。来这边消耗卡死了，啊。第九咯，我们回一楼好了。哎，啊，怎么昨天被带的时候就狂遇啊？我吓死了，我刚刚画面卡了一下。
危险哦，好像又卡了哦。哎，双叶，你们在打了吗？有点卡了哦，小心一点哦。哎，好像好了。我说香叶吗？对不起，双叶。香叶是我另外一个朋友，一个妹子。哎，我们去一楼好了啦，把这边这边我受够了，受够你了，是不是要欠嘴啊？等一下，你是说魔石哦？没事，不浪费了。哦哟，你、欸、这边练完之后，血条变黑的很恐怖哎、欸，这代表说在卡哎、欸。画面又黑了，完蛋了！哇，技能出不来。今日不宜练功啊，妈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们去烧那个啊，去烧海胆。你回家了吗？你在城堡内了吗？我们回家吧，不然浪费卡斯，心也很痛。
有格斗哦，关掉了。今天别练了，对啊，我不练了，我不练了，我要去打，我要转，我要去打零，我要打石头了。对啊，不宜练功。不宜练功，爱丽丝。哦哦哦哦哦！人罗天真。对啊，万象平影，是吗？海胆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海胆剩一颗了啦，哈哈！海胆剩下一颗了。结果我的格斗是在大树下啦，白痴哦，还是还我卡斯，我回不来。不是不敢动的问题，是不能动。欢迎鬼子。
啊，这个要补偿的啦，弄成这样子。我要找优化安慰我。已经关掉开日麻了。啊。耶。三个影片都看，哎，好像顺了，哎，一二三，好像有点顺，好，我一点点，二四一二三。哎，你们因果扮演了啊，又卡了，哭啊！你的750传哦，对耶，传过去250哎，哇，好痛哦！哎，现在射也不敢去远了，真的。哎，我们聊天好。你们看他一二三四五六，嗯，好，这只吧，微微。
我们开到十点，心累了，心累了。开日吗？还是今天没播到广告？哎、欸，26人，有人要玩？有谁吗？如果今天玩过的没有人，我们再来吧。啊，算了啦。就玩过的也进来吧。啊，人间よ、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？早く捧げ。我还变日麻了，啊！游戏一直卡，一直断，没办法玩呐、啊，只消耗了一个小时的卡时哎、欸。只消耗卡时其次，可以用台币买回来，当然是玩得很不爽。走那条路一直狂遇怪，就走到神木里面不遇怪。别说了，说了都心痛啊！快到十点了，好累哦。反正不太想开台的，我想说。好啦，就是练功过程来聊一下天。那、啊、现在啊，算了。前半段不会关过桥才会。是啦，我说。是不是有点大？还是开了？没办法、啊，在魔力宝贝的世界打日嘛，屌吧！对啊，而且我刚想说你们要打，你们先去一局啊。跳去哪？不是，我刚刚的画面是我整个人不见欸。你不要玩这三兄弟，那个就真的只是招牌了欸。
哇，六条好赚哦！就是心有点大哎、欸。你这样，我想去抽个水蓝鼠哎、欸，我其实比较想练水蓝力量的水蓝鼠。本来去之前预计花4000，哇！走啦！哇，太棒了！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你的电脑 CPU 刚刚跟我玩抱抱王，怎么了？每次去都会失心疯，我也会啊。还有他不用花什么台币之类的东西。被杠北就被杠北啊，怎么了吗？怪，我又没有说他不能杠北。
我现在是低头，狂点头。为什么狂点头？在看光遇，因为这边很危险，这边是会死人的地图。我说哈，光遇会死人哦，哦会哦，是不会死啊，让你翅膀掉下去而已。是，你要知道，我刚刚被螃蟹攻击耶。然后再加上我掉到，如果掉到黑水里面的话，哦，我不是说方舟啦，是刚刚那个啦。我坐不下去，我没有地方坐，我没有椅子坐。我怎么回来这些？我跟他有杯杯啊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。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你知道那天跟他解锁的时候，就解锁完了之后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高级的要高级的互动就交给你了。他说：“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天，嗯。变成日麻台的，变成日麻的形状。嗯。然后之前的叫你省一点呢、啊，因为不是要换披风还是什么彩虹披风之类的。你叫我浴巾卡好吗？好，我卡着了。朋友安安，啊，魔力爆炸！这个是所有人都能来吗？是的。怎么？不久前还是魔力的说，走不久前，十分钟前还是魔力的好吗？魔力没办法登啊，刚想登。
不想练，想奔，想练功，练不到，心情很差。嗯，透明披风真的要999爱心吗？欸，我有看影片欸，透明披风就是就变成无意不是吗？会飞的无意，嗯。哇，你很会溜呢。哦，是测试服啊，如果正式服的话怎么办？我看一下他们是出发了。哎，我塞下来啦。我串了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我突然从蘑菇上面摔下来，救我，好痛！传送你吗？你要传回去嘛，然后传送你。好的。一发，一排白。
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有龙在看我。哦，你这部缺的就是 bug。龙撞下来了。有人喷了，有人喷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帮他点爱心。爱心掉了，谁来点掉了？嗯，优化，你是不是喷了优化？房间坏了。好吧，那个999，再点一次哦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是。招大花吗？你确定吗？我在打日麻欸。那你把我丢在安全的地方。哪边安全？等一下，哪边安全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那我就把它丢下来吧。哎，怎么？为什么会摔下来？冲啥？狼堂减六档，恭喜你啊。你魔力还需要卡吗？哦，你是不是问我？我刚不是签了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走了哈。好了。
在这边玩蝴蝶。看三张七条。我在这边会不会死啊？我还是打个禁欲啊。狱禁？怎么讲禁欲啊？哇，如果听条子的话，很漂亮。我调整大耶、哼，蹦呀！云安安，嗨，发大财！嗯，只到十点啊，我很累，我想睡觉了。今天各种心累，我累爆了。是啊，你就叫发大财啊。我今天牌怎么了啊？他感受到我魔力的不愉快。快逃啊！抱歉，等我一下。还是要叫你大财。还是大发，
菜呀、啊！阿才，木木超快的，木木很强啊！看，叫你机长哦，啊！我怎么知道我在下面？我才跟你讲说，我玩这个游戏要一直低头哦。你看不低头，刚刚就出事了哎、欸，刚出事了呢，阿北。你看吗？我就说我被咬了吧，救我！你就说这游戏受伤的都会是我啊！啊，白痴哦，打错了。可是杯杯过土会掉下来。你改给你钱，不用啊，改这个名字就不用钱。想坑我，大财想坑我啊，大财。大财你不酷哦。决定往哪走？乐视福卡预定被龙中，会被撞掉。啊，不是听说那个吗？卡预定的那个也要修掉了。这样对我来说很难过哎，我不能卡着做自己的事情。可以开那个问号，什么问号？ Reach. 你是说 Q&A 吗？客服？哦，好吧，
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三安克的啊？哎、欸，杯杯会断哦，来救我，来救我，伸手痛。干什么？其实你可以练驯龙啊，你都知道一些光、一些翅膀在哪里，你就回去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没有刺，你没有，我就陪你去跑啊。我要讲话会有点呛，舌头真的是，像被龙嬷嬷拿针戳舌头一样。溢满，什么东西溢满？你有什么溢满牌？来看一下。大三元，自一色，我猜是自一色。哇哦，大三元自一色，哇，你这几番。有呢，我还是有自己这呢，不啦，啊三安克呢，哇，好看好看。看吧，我就说信他其实就是十好十坏型的玩家。有时候他贴表情符号都会觉得说他拿到大牌了吗，感觉。啊，这个吗？这个我喜欢玩，这个我也喜欢玩。我们签好哦，好吧。他不让我表现了，我就不表现了。有话来，我们牵手。这个我会啦，这边我那时候边哭边点火。边我被训练过，一二二，一二三，打掉一个，绿个头啊，绿色，
哎、欸，再听歌一张。其实游戏的三朵大花可以两个人烧得完，我知道啊。哎、欸，你让我表现嘛，优花都在这边，让我表现一下。你看他不会烧，至少有我会的他不会的东西耶。那我觉得你们都好强哦、啊，我一点表现的机会都没有。来啦！耶！那舌头好痛，还是好痛。我一杯狗可以，不要看我的牌好不好？顾好你自己。哼！谁送的鱼？哦，白痴哦！我其实很抱歉，是因为在开台。像有时候手断掉还是怎样的，被蜘蛛咬，不是啊，被螃蟹咬，然后你可能要叫我一直狂奔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平湖二杯两宝，一杯两宝，可以是说可以喂哈，可以死啦。不然我听中间的，也不是听前后哎。而且应该要听二三四五吧，听三或五不是吗？哇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是不是是不是一万呐、啊？哎、欸，打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换了什么五？哇，你很会呢。哇，结束了，十点了。对啊，好啦，感谢。虽然魔力宝贝没完成，但最后我合到了什么牌啊？忘记了。啊，差点有人捞鱼。对啊，他转得很棒耶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咯。明天，我明天中午不确定哎，也不能健身，还是继续开台好了。好啦，明天中午玩一样魔力日嘛吧，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去看哈基影院他们的台吧，八八八八八八。港最后没有抢到就没了，哎、欸，不要讲脏话啊，虽然你打错字。